人打不死啊。我也来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。干你老师哎，擦肩而过。这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吗？可以玩凯特琳吗？凯特琳哦，可以是可以啦，虽然这只角色现在有点烂，但是我玩的应该还是蛮强的。哎，我都忘记我这只有泳装造型了，哇操，辣哦，很骚哦。放超负荷歌单，好啦，我先去找一下超负荷歌单啦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听，还是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浪子回头啊。超负荷浪子回头。哎、欸、哦有有超负荷烟一支一支的点两分钟循环。干这是什么低能的影片名称啊，超负荷烟一支一支的点两分钟循环。是吃毒是不是？哎，昏叽叽叽叽叽叽的掉。我妈知道我都在网络上行乞吗？应该多少算知道吧。哦，哦哟，哦哟，搞搞搞，闪现！哈哈哈哈。昏叽叽叽叽叽叽的掉，等下让他回血，让他回血，来呀、啊，尬啊，尬起来呀、啊，尬啊，干，妈这一折这样都可以坑到我，来呀、啊，大家都不要退啊，尬啊，尬到底啊，妈的，都不要吃，尬啊，尬到底啊。昏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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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我那很凶，我现在，啊啊，把我当个 Q 啊，哥哥。妈的嘞！啊，怎么一直有这里心啊？是在烤哦！嘿，其实我讲真的啦，这个巴德算玩得不错了，但我们 Jungle 真的输，这什么东西？他打得死吗？我干好痛哦，真的打不死啊！我也来，干你老师哎，擦肩而过，这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小狗来了。没有 Jungle 他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刚好要过去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点号，感谢机器人帮我位移，我也没要移过去的，看到他出那个勾，我都放心了，我就放心射了。没有啊，我就说啦，这个巴德玩的不错啊，主要是 Jungle 输太多了。哎，还
A 塔咯。哇，牛逼牛逼，赚钱。他干，不是啊，这些人真的是贪得无厌哎！哎呦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吸血啊啊！干，好刺激哦！就是要贪。贪钱、贪塔，什么都贪。我只能说，玩游戏真的要贪啊，不贪是不能做大事的。舒服。普攻一下，漂亮。哎，交给我。立瓦丘啦，射爆你头！瓦丘，哎呦，他怎么杀掉的？哎呦，他怎么杀掉的？啊，你怎么玩的？哎呦，他怎么杀掉的？什么这场最烂是不是 AD？ 我悬赏金850块，拜托，我这个起码是白胡子的等级了，白痴是不是啊？哈萨基，我看他们五只走一起。贝特，去啊，你去啦！别，白胡子好死了，有道理哦，白胡子好像死了。会，哎，啊，这样子滑怎么不会踩到陷阱？我丢嘞，老毛嘞！哇，他们完全不鸟对面的，哈哈！哇，呛！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哇，干，可惜。哦，这个金人 ，Oh my god！ 哦，这个金 ，Oh my god！哦、oh、，shit！ 先狙死一只，说爽，闪现点点，哦，我的天哪，太爽了吧！等一下，让我回补一下。谢谢。你以为消防车来了？傻小